同一支队也把先发的高志刚给换下去了，换上来球衣背号二号的陈俊辉。对，这个换捕手比较，也高志刚今天也打了全垒打，陈俊辉打高志刚的第八棒，将是待会九局上半第六个上来打的。那落后三分的状况之下，会不会真的到时候关键时刻就是轮到这个陈俊辉上去打呢？虽然绰号叫丹麦的陈俊辉也有过三分炮。现在郑达宏又面对到左投手了。嗯，统一就是派潘俊龙上来啊，先来面对左打的郑达宏。十队牛棚现在也看到曹俊阳又在做准备了。郑达宏打成二垒方向的滚地球遭到了刺杀，形成一出局。